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周欣欣。啊，你呢？王小贵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周欣欣。啊，你呢？王小贵。啊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周欣欣。哦，现在我们马上开始了，周欣欣同学。这次的实验呢，是比较复杂，我们要记住每一个步骤，如果没记性呢，就会很危险的啊。